前请过嘉宾的。啊，对啊，你小时候啊。校队跟那个什么在干在。可是我跑完跑是后来变胖了跑不动了。对啊，是后来变胖了跑不动的时候我才好，因为被迫。对，不然不会，就是不然也不会特别练啊，不然也不会特别练。手腕这种是多打，而且通常你去练，人家也不会跟你说全部只用手腕，手腕只是一个辅助而已啊。
贵啊。算很晚了。对啊，然后只是专升开始考，然后第一年就蛮轰动的。对啊。然后第二年就开始，那其他一个礼拜都没上，开始打水运动了。对啊。我觉得最大的开窍是应该是那时候无聊在打拿球拍的。啊。我打一年，可能一摸手一点之后，他就变成最强的。哈哈。对啊，我觉得蛮现实。因为我上次我们两个，我们那个科系还打一年，我们隔壁班就是教授。然后那时候其实大家混熟，然后有一天我们在打的，大家有些刚有些混在一起，我们就打，然后同学就说：“哎，怎么现在让他？”其实他们在笑一些。没有啊，只是好奇，就是他们的舞蹈，就怎么会杀球？好，对啦，今天是正常。可是如果就是跟你打的那个对手实力强的话，其实进步很快。我承认啊，而且我那天跟那个，我现在其他有，因为组上有个影片，我跟他讲，你的陪练有很多。对，就是实力打很重要。也没有说你的陪练要多强。够质量要有在，对啊，质量要有在。然后后来是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同事离职，我就抓了离职，他就发生了。他其实刚开始只是我跟他打，我其实刚开始跟他打，其实很烂。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菜到不行，菜比他。对，是后来他。